我上班还领嘞，那个班还领啊？我上班还领嘞，500块就好，500块就好。下人要吗？500块，这大台5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我你看卖够爱吃，看卖到店够人爱吃，到店够爱吃，到店够够爱吃，搁开嘴门外紧啊！ 很久没这样了，有点累。这只这斤目鹅啊，这只鹅这大只，一只超过近500吨，有人要吃无？赶快卖啰嗦啦！这从即马就是从慢慢下下底，卖过咧透早花，三尾五百，一只台一百六几块啦，一只一百六几块啊，这两只还个袂到三二啦。最近都这样子，要挨共款啦，一句话三二，要三百二啊，好闷啦。 200块啦，来200块人来无？200块，200块，啊，收人要买一杯，当天阿妈当伊现甲煮的，嘛200呢？啊，我同你讲啊，我咧讲你来听，两杯200，啊，你若要买一杯就冰箱冰袂落，啊，一杯另外一杯煮袂去爱拼送，嘛是了，啊，就200。 啊，200块叫少年甲你斟酌，来100块过来，来100块过来个无？看一年还好哎。来100块还有人要吗？这里有没有看过超过2年的？来100块还有人要吗？还有人没有买到鲈鱼的吗？还有人没有买到鲈鱼的吗？拢有啊吼，拢有啊，要换别行啊。 等下要甲陈信龙卖掉啊！你是要创啊？即个要创啊？即个要创啊？等下下晡转来，阮倒啊，嘛要拍出大地落空啊！啊，无跩咩食去落空的啊，无要怎？天气遮好，只有一项嘛。天气遮好，只有一项嘛。要爱紧的，爱心的。卖啰嗦啦！大家啊，你徛啊，你等啊！ 即马逐个拢赶大包细包啦，共款啦，100块。共款100块啦，要食无？这个无人要食就免花，100万块，100万买啊，200、300、500万买都无法度啊。这什么物件？这我袂晓呢。这一件爱。对啊，很多人看两年哦。五千啊，五千，这是干那卖？这都青鱼片啦。青鱼片好食无好食？足简单的，拢唔免看。 博人呢，嘿，博人呢，啊，重点认认什么？你知无？认两字头啊，挪威，嘿，唔是台湾的，叫挪威就对啦。认挪威头啊，啊，拢唔免介绍啊，因为好食歹食，食挪威就对啦。挪威若个歹食，唔免食青鱼片啦。挪威较有质啦，因为挪威变甲冷，甜，甲咱甲陈志龙同款，听寒就食较大块，啊，优质就较济，就较甜较好食。 这条是卖八十，卖八块啊！啊，这条物件四地啊价啊，超市都安尼咧卖啊，四地俗，40块以下卖啊，300块多。这挪威青鱼这大地，佮比超市咧卖较重哦。这一地偌济，上大地啊，240块，这上大地啊，啊，你钓钓钓钓钓，这阮这上大地，佮起价啊，剩一收尔哦，赶快上300块，还有人来无？这地我佫互人300块啊。 300块，我知道信王左边，来300块，够人来不？300块，这有不然是上上大的上高的呢，300块。来，最后两个人客，后边还有上个钓。好，我来钓啊！但我是后边够不够？会吃到腻吗？隔菜市场卖的东西都一样。好，给我。最后三个呀。菜市场卖的东西都一样。八倍，八倍。 卖个花哦，吓，这龙花过一遍啦，到店里遐龙花过一遍啦啦吼。哎，啊，这一尾拢100啦，哎，啊，这一尾嘛100，这一尾嘛100，啊，两丝仔一尾嘛100，啊，拢来较俗啊。
要什么？对啊，这个要几只？二零三八。不要，几条卖不了。我几条卖不了。不了来300块，虾仁一盘300哈，唔免多花哈。好。好。哎，对，我得买啊。来300，人家已经比土灰较土灰啊。来，恁套丢来，套丢几分了哇？500。来，套丢几人来？无500了。100块。来，这一盘，一盘两盘。恁几下啦？恁几位？啊，恁几位？还加几倍？还加几倍？一年还好，那个我们已经拍两年又4个月了。没有在觉得状况好或不好啊，没差，反正这一场卖完就结束了，下次再说啊。又不是卖完这一场就不能再卖了。这黑你不能卖啊，你开能发掉了。这没办法，那个最近发生很多事情，这边发生太多事情，都有影响。不会啊，我不会觉得很扯啊，我最喜欢这种画面了，我最喜欢这种画面了。
在镜头前面看的人会很气，现场人没人买，镜头在镜头前面看的人会很气。我最喜欢这种画面。我觉得呼吁也是这种画面慢慢累积到最后面才会很多人买的，然后现在我稍微调回去之前的状况，但是没有算过好了，没有到很不好，只是没有之前那么好而已。他没有之前那么好是有原因的。那个一盘那个套秋加两只花枝500块哦，那这边那你们镜头前面看一看哦，这边这样500块没有人买哦，这拢给四百，这样子500块没有人买哦。那个这样子大概1000块吧。这姐现在是3.38，3.38，人家给我们钱也不高。200块。那桶是什么？那桶都是钱啊。你来拿钱来给我看我要不要收。我觉得。偶尔会出错，就会你们在镜头前偶尔出错，看到有人拿忘记收，他忘记收钱，你就会一直放在心里面，然后就会一直讲一直骂。你现在拿钱给我看，我要不要收？错了，请坐。你看到的应该是。去年前的某一个影片的某一个小片段忘记收钱，对，东西给了，很久以前的某一个片段，某一个小片段东西给了没拿钱，然后你们就会骂阿松，对，还有人偷东西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无吧？你古巴有人买过来？有人要吃古巴无？你好鸟？你做生意，你有没有做过生意？你拢来晒了。你有没有做过生意？有没有被跑过单？是啊，是啊，拢来古巴了，还是国外古巴了？有人是故意的，你知道吗？故意不拿钱给你的，在忙的时候。牛肉先卖，古巴。我做过，我们家做过网咖，有人跑单啊，做了2天2夜跑单了。吃东西也没给钱啊，那你怎么办？这个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7.58万。好牛腱，好牛排了，三杯重庆，大火爆炸，大家都买过爆锅了。老板，我包一个咩？这个爆完。没关系啊，如果来这边觉得这边便宜不想买的话，可以去别的地方买，其实没什么关系，就继续这样安稳的卖就好了，继续安稳卖就好。等到大家去外面转一圈就会回来了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一千两。1000块，1000块，1000块买啊！第3块500块，第4块500块啦！牛腱，这个猪骨肉，500块，500块了，买炸弹，这个买炸弹。
去三地先来啦，去三地嘛。你们这边生意很不好吗？去三地四百啦，去三地四百了。你们知道？你们觉得生意很不好吗？那个同业的人看到会很羡慕啊。老实说，同业的人看到这样还是会很羡慕。只有观众才会觉得他们生意。还真够人爱无？等于大块快杀杀三杯，杀三杀三杯啊！这北皮拢北好啊，北皮拢北好啊！哈，这全部拢北皮北好啊！果粉拢煮钱也卖晒，煮炸锅拢煮卖晒，啊是要用炒炒菜、炒韭菜花。要来一百块多，紧嘞，无要再倒啦，一百块多啊！我提无到，有人要来无？一百块多啊，一百块，一百五啊，一百五，恭喜啊！哎，四批五百，那种贵五百啦，四批五百块。你恭喜啊！这四批五百，什么啦？我老实跟你讲，我们有去拍过，我们有去等过那个新开场，在花坛，然后我弟去拍云林，摆了三个小时，卖出两个客人。花坛那个新开，花坛有一个在我家附近新摆的。把东西再来，再载回去。这种场子一开始是这样子，如果你们不相信，你们就自己去逼货，然后去找一个市场，然后摆下去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来，加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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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就知道了。你们知道这个，你们就会知道这个有多难做。这大生意的啦，卖公这大生意的啦。啊！这台五百，恁就无底买啊！这外口一支咧，穿拢几百块咧穿的啦，三支、四支啊，这五支就超过五百块啊！这包送你啊啦，这三支搁送你啊！五百块多啊！你搁你送？这台呢？这台呢？五百呢？老实说，你们只是看起来看得不爽而已。这台五百块，最后我根本就卖五百块就好。你们有意见，只是看得不爽了。你们想要看爽一点，只剩下冰块可以送你了，该送的都送完了，这两包两百的，用更你大块快炒，炒三杯，五分而自己也买晒，炒青菜、炒韭菜花嘛好。这不是飞机，这中正，因为五钱的，五炒的。还是要摕一包回去吃看嘛，一百块多。不行，这个已经赔钱赔到哭了。我跟你讲，四百块哦。十块国语无可能啊，这嘛无可能啊，这国语四百块，这嘛国语足贵的啊，为什么？干那油价，恁甲想看卖啊，坐一撮飞机了，该爱偌侪钱啊？油价这嘛贵到安尼啊，后礼拜搁七块半啊。这中间，这啊，这两丝啊，这两丝啊，这等于用，这等于用沙，沙沙的这片，要吃不？足好吃呢。两百块。两百。要五百好不？哎，对，这一只一尾，三百多。啊，这三百的。三百块啊。有在做生意的就知道他们的生意怎样。那没在做生意，只是观众就会说，好差好差好差，好差好差。好差好这大号快差头啊！这餐厅专用的啊！好，快上。最后剩这四百，个人要吃无？100块就好。
百块就好，还有人要吗？一包咸猪肉有人要吃无？最后剩一包咸猪肉有人要吃无？等下炒一下葱头，炒一下蒜仔就好，买来同款，一百块就好，一百块就好。一包咸猪肉有人要吃无？一百块就好。东西一直出新的，是因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因为他原来卖东西涨价了，所以他是拿新的东西去以前没卖过，大家不知道他以前卖多少。他现在应该也比较少拿鱼的啦，我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去看他的影片。这里500鱼就买，这包光这里500鱼就买不到了啦。现在鱼那么贵，他不敢拿鱼的。这一盘吗？哎，你敢直接给我直接我好不好？我落个好你好不好？好，我带你过年。好，我你二百公来。300，对。又一箱了。也不是哈。这个这么大只。来，这个两盘。100块就好。回去干煎。台北新北跟我没关系呀。啊，这种呢？贵于500，谁跟你没关系？我跟你没关系。台北。不要跟我打牌。100块就好，对啊，几乎没雨。啊，你想想看，他都没拿雨的，就知道现在雨多贵了。对啊。还有谁要什么东西？他现在不敢拿雨出来拼了啊。要什么？要什么？对不对？我都没去看，我就知道他现在也不敢拿一块钱来卖雨了吧？卖一块钱的雨。哎，500块就好。200。虾仁现在最划算了啦，虾仁这么大。这么多，这两个吗？200。来，鲑鱼最后一份来了，谁要？500块就好。鲑鱼外口这么猛啊，一斤剩300块啊！鱼都翻2倍以上了啊！这两袋青菜都差不多400啊！鱼都直接翻2倍了、啊。这两袋等于小三的啦。一半鲑鱼个人要吃无？500块多，最后一半。最后一盘，这么贵，这也无买。意大利忙去叫人穿啦，还穿到七到八地，恁就惊啊！七到八地，恁就惊啊！卖鸡肉的要说了，是啊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我说他有时候都比你高。啊，恁一直看，这嘛袂变发大块呢。啊，变白了。啊？200块啊？咱条300块，较紧个啦。冷食。一盘300，一盘300。哎，要什么？你有买来啊？有买无到的无？有买无到的无？不是，是因为现在的油这么贵。鲑鱼即摆真正。现在油这么贵。300就好。你出海一趟成本如果增加50%，那你把鱼抓回来，价格不好。那你不是赔钱吗？用炊就好吃，买当煮姜丝啊、青汤，这鱼啊买当煮青汤的无几项啊，佫无油翅、无暗翅啊。去抓鱼吗？干煎啊，干煎、清蒸、红烧、煮汤都可以。要这个吗？啊，你还要什么？这个要不要？这个短食要不要吃？传汤就好了，最简单的。这两只再卖你200块就好。对啊，有做过生意的都会看说，哇塞，如果我可以做，我可以像新农家卖就好。所以就叫你传单就好了。两倍加卖有赚钱。两等包对啊，他今天有些东西，有些东西卖都是赔钱的，真的赔钱。这个很简单，你回去用煎的，用清蒸的也可以。想煮汤的话，你一只大概切成3块就好了。煮姜丝去年一只鲑鱼有卖800块的，这个鱼很新鲜，不一定要煮味噌，知道吗？煮清的就好了，如清如澈，越简单的料理越能吃出鱼的鲜甜哈。去年鲑鱼有卖一只800块的哦，一整只不切的，直接你拿回去800块就好。
这个一片不到130了。记得吗？像这个这么大的，一次鲑鱼800块。外面这一片称起来大概要170-180，最后一份的500块就好。那、啊、我，你回去的时候，一片一片装，冷冻就好了，不要一次全部吃完呢。家里没有那么多人，一人吃一片又太多。那说前年鲑鱼一只800块，他一次再30几只来、啊，直接一次卖掉。今麦要食到的臭肚鱼啊，足机会足少的呢。那食到的臭肚的有够鱼啊？一只卖800块，100块尔。现在一只至少要卖1700-1800，那也就是这是紧啊，这就是至少两倍。一尾无200块买袂到的，啊，收起来。来，再搁100条。最后剩两尾啊，有人要追无？啊，200块尔，200块，七，来，没有便宜一点吗？没有，那500块最才对啊。顶多只能找你5块钱，这个5块钱还要我自己出啊。这个老板回去一定会骂死我、啊，要吗？这个如果能再便宜，500块尔，200哦，这500外口无底穿啊。这外口无得穿啊，因为阮无得穿啊。这一块即摆穿起拢170倍啊。这安怎卖？这安怎卖？你看偌济买会到？500买会到袂？唔免啦，400嘛免，300块得。没有啦，我先稍微讲一下，因为现在是后面的收尾时间，稍微讲一下。这外口一斤称啊，1600，大概就等着结账。一斤3厘，阿姨啊，足甜的。煮青汤就好啊，啊用炊嘛，使用煎的嘛好，一斤7-3厘啦，卖讲这一只青菜，一斤啦，这两只敢无斤半当车卖？100块，无啦，我抬，我卖也煮嘞，我卖煮好少，吃了无？这这钱呢？卖人要来，卖人要来啊！阮这无咧抬鱼啊吼，因为阮袂晓抬鱼啊。因为阮真正袂晓抬鱼仔，足含慢的，足含慢的，300条，300条。我这咧，啊，开300。这三只有人要吃无？来，这个早期牌，金龙石螺啊。这三只这大只有人要吃无？同款一尾100块，三尾拢来。2.5条。同款2.5。要收着，要收啊！2.5条。200块，啊200，你搁唔买？要徛久？比你干的菜还较俗啊！鲈鱼呢？等于干啦，一只落蒸，一只落炊，一只落煮姜丝啊清汤。来。拜拜。7只，不用了，谢谢哦。
500块，还要修啊？好哦，那个后面也是没东西啊。收摊，收摊。你还没死啊？都马上打。排队排啊，跟咱差不多呢。爱打小卫生。你打老店，你打你老。我是当地哦，你个人。你老店啊？哦，你个人。我未收。你老店啊，都有名。排足长的呢。系啊，爱着包单通便啊。是啊，通爱通便啊，用钱啊。哦，那这关门啊。你唔好食袂，我会等。关单。是啊。你早点排队啊。哦。我唔知，阿姐我唔捌来啊。头一抓来，我。做这久我才看到你咧。嗯，我知啊，我第一下看到你啊。我看你老早你，伊爸就买东西，想买东西啦。那里位置我去看太小啦。那个大概。东势哦。对啊，他那个他要去排，不知道怎么排呢。我嘛看无，伊是倒一间呢。啊，伊无看到伊遐多。啊，我伫后边，我有去看一间，就细细头这两间，头这两间。嗯。啊，我本来早上要去看啊。我本来早上要再去看啊，要叫阿雄去看看啊，双子啊，嗯，看看那里行不行，位置够大，公平是骑楼啊，它是两，我比这两间还要大哦，他不知道租金要租多少，还要租。双子嘛，另外一个点吗？对对对，原来那个不行，那里太小。好，再要换另外一个就对了。那里太小，我没有办法遮阳啊，然后我看无伊租是多少了，主要我是看无伊租是多少了，哎呀，因为伊原本伊买东势。啊！叫我去防我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！尾啊，你去意思讲，这样一家一家去防去，啊！我嘛咧，伊去尾啊，想袂出来嘛，够歹排，你知？拢无讲诶，你知无？对，啊！尾啊，想讲伊，啊！无伊要着防完好啊，啊！叫我去当时，我靠！啊！拢无讲，你知无？我去看看，我都毋知要排倒一只，干呐要看？我讲我毋知，你知？我昨有去看，啊！我找无伊讲诶迄位，啊！我从就伊啊，差不多是大概就中间到这里的距离吧。嗯，另外一个点比较大，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。啊，阿雄伊唔知，会去看无？我叫伊看嘛。那个点就第一，伊无正伫市中较好徛啦，啊，佫所在有够大，佫袂去共受影响着。啊，边啊佫无人，啊，佮佮市啊要伫地龙一定会经过。不错啊，哦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伊若要去，入去走行，应该是还可以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。倒数计时，五。休息啦，三，我很久没有Uber拍超过四个小时了，二，一，拜拜，帮我按到700个赞哦，拜拜。